微整形既然有创伤小、恢复快这么多优点，是不是就可以代替整形手术了呢？答案当然是不是的。微整形，它也只能微小的改变你的容貌。真正的要想你的容貌大变样，还需要做整形手术。微整形更适用于保持和微调，一般来说，从年轻时期就可以做肉毒素或者玻尿酸这种微整形，可以使你的这个衰老进程大大的减缓。那些大明星为什么50-60岁了，看起来还像30岁？这就是微整形所给他们带来的益处。